河宗西雅图雷藏寺同修地藏王菩萨本尊法，恭迎真佛宗创办人无上法王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师母莲香上师，众人虔诚合掌唱诵莲花童子心咒。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顶礼坛城，做官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啊吽。二拜诸菩萨，嗡啊吽。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四平等一起诵，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生法王座。请仁波切及诸位上师上座。请教授师法师上座。请讲师助教同门善信大德就座。同修地藏王菩萨本尊法开始，
观想真佛宗传承，南无大日如来，南无佛焰佛母，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莲生活佛，观想师尊与诸佛菩萨注定放光加持，持莲花童子心咒七遍：唵咕噜莲生悉地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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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唵咕噜莲生悉地吽。做四无量观，观想右手边有父系亲人，左手边有母系亲人，后方有恩人师长，前方有冤亲债主，四周有六道众生团团围绕，同修密法，共成佛道。做金行手印，念清净咒及安土地真言：唵修利修利玛哈修利修修利梭哈，唵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梭哈，唵瓦扎那当呵呵吽，南无萨曼多摩多兰，唵嘟噜嘟噜得维梭哈。念招请咒：唵啊吽梭哈，唵啊吽梭哈，唵啊吽梭哈。众弟子一心奉请：南无宏观胜面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宏观胜面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宏观胜面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同修祖尊，南无地藏王菩萨。同修祖尊，南无地藏王菩萨。同修祖尊，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中央毗卢遮那佛，南无东方阿处佛，南无西方阿弥陀佛，南无南方报生佛，南无北方不空成就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药师佛，南无无极瑶池金母大天尊，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弥勒菩萨，南无金刚萨埵，南无莲华生大士，南无准提佛母，金刚护法空行诸天神众，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多。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引，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引，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引，四平等一起手。大曼达供养，手结供养手印，观想供品变化无量无边，布满虚空宇宙。上供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祖尊地藏王菩萨，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中共龙天护法空行，下师六道众生，念供养赞及供养咒：须弥四周并日月，化诸珍宝供养佛，种种珍奇诸功德，
小耶稣稣正菩提Om Sava Tathagata Yitamu Gurunana Mien Chana Kang Liriye Dayami。 做四归观想，观想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一切诸佛法宝身宝结合起来成为大白光，给自己灌顶，念四皈依咒：南无咕噜呗，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咕噜呗，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咕噜呗，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做披甲护身，手结金刚合掌手印，念金刚手菩萨真言七遍：嗡波利兰遮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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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波利兰遮利。念高王观世音经，奉请八大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南无弥勒菩萨摩诃萨，南无虚空藏菩萨摩诃萨，南无普贤菩萨摩诃萨，南无金刚手菩萨摩诃萨，南无妙吉祥菩萨摩诃萨，南无除盖障菩萨摩诃萨，南无地藏王菩萨摩诃萨，南无诸尊菩萨摩诃萨。观世音菩萨，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佛国有缘，佛法相应，常乐我净，有缘佛法。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大神咒，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大明咒，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无上咒，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无等等咒。南无净光秘密佛，法藏佛，狮子吼神主幽王佛，佛告须弥灯王佛，法护佛，金刚场狮子游戏佛，报胜佛，神通佛，药师琉璃光王佛，普光功德身王佛，善助功德宝王佛，过去七佛，未来显接千佛，千五百佛，万五千佛，五百花圣佛，百亿金刚藏佛，定光佛，六方六佛名号，东方宝光月殿月庙尊音王佛，南方树根花王佛，西方照王神通烟花王佛，北方月殿清净佛，上方无数精进保守佛，下方善气月音王佛，无量诸佛，多宝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阿出佛，弥陀佛，中央一切众生，在佛世界中者，行住于地上，即在虚空中，慈悠于一切众生，各领安稳休息，昼夜修持，心常求诵此经，能灭生死苦，消除诸毒害。南无大明观世音，光明观世音，高明观世音，开明观世音，药王菩萨，药上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虚空藏菩萨，地藏王菩萨，清凉宝山亿万菩萨，普光王如来化圣菩萨，念念诵此经，七佛世尊，即说昼夜，离婆离婆得，求好求好得，你的你和那的毗尼你的摩诃伽的真言成的娑哈尼婆尼婆的求诃求诃的陀罗尼的你和那的毗尼你的摩诃伽的真言成的娑哈尼婆尼婆的求诃求诃的陀罗尼的你和那的毗尼你的摩诃伽的真言成的娑哈尼婆尼婆的求诃求诃的陀罗尼的尼诃那的毗尼尼的摩诃伽的真名称的娑哈尼婆尼婆的求诃求诃的陀罗尼的尼诃那的毗尼尼的摩诃伽的真名称的娑哈
离婆离婆地，求婆求婆地，陀罗尼地，离诃那地，毗尼尼地，摩诃伽地，尊尼成地，娑哈。离婆离婆地，求婆求婆地，陀罗尼地，离诃那地，毗尼尼地，摩诃伽地，尊尼成地，娑哈。十方观世音，一切诸菩萨，誓愿救众生，称名悉解脱。若有智慧者，殷勤为解说。但是有因缘，读诵口不错，诵经满千遍，念念心不绝。火焰不能生，刀兵力摧者，未入生欢喜，死者变成佛。莫言此事虚，诸佛不妄说。高王观世音，能救诸苦厄，临危急难中，死者变成佛。诸佛欲不虚，是故应顶礼。持诵满千遍，重罪皆消灭。后福坚信者，尊恭受持经，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诵满一千遍，重罪皆消灭。高王观世音经中。念七遍往生咒。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哩哆婆毗，阿弥哩哆舍等婆毗，阿弥哩哆毗伽喃帝，阿弥哩哆毗伽喃哆，伽弥哩伽伽那，遮哆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哩哆婆毗，阿弥哩哆舍等婆毗。阿弥哩哆毗伽喃帝，阿弥哩哆毗伽喃哆，伽弥哩伽伽那，遮哆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哩哆婆毗，阿弥哩哆舍等婆毗，阿弥哩哆毗伽喃帝，阿弥哩哆毗伽喃哆，伽弥哩伽伽那，遮哆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哩哆婆毗，阿弥哩哆舍等婆毗，阿弥哩哆毗伽喃帝，阿弥哩哆毗伽喃哆，伽弥哩伽伽那，遮哆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哩哆婆毗，阿弥哩哆舍等婆毗，阿弥哩哆毗伽喃帝，阿弥哩哆毗伽喃哆。伽弥哩伽伽那，遮哆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哩哆婆毗，阿弥哩哆舍等婆毗，阿弥哩哆毗伽喃帝，阿弥哩哆毗伽喃哆，伽弥哩伽伽那，遮哆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哩哆婆毗，阿弥哩哆舍等婆毗，阿弥哩哆毗伽喃帝，阿弥哩哆毗伽喃哆，伽弥哩伽伽那，遮哆伽尼娑哈。首节莲花童子手印，观想。根本传承上师大白莲花童子三光加倍，持莲花童子心咒二十一遍，持咒。Om Guru Lien Sheng Siddhi Ho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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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Lien Sheng Siddhi Hom 首节地藏王菩萨手印
先观空。念观空咒：嗡娑巴瓦苏达萨瓦达玛娑巴瓦苏杜汉。嗡娑巴瓦苏达萨瓦达玛娑巴瓦苏杜汉。嗡娑巴瓦苏达萨瓦达玛娑巴瓦苏杜汉。观想虚空中有一月轮。月轮中有黄色种子字哈字，哈字放大白光，月轮中哈字旋转，化为一尊头戴五佛冠，穿袈裟，全身白色的地藏王菩萨，其双手捧光明宝珠，坐莲台，观想宝珠放光，照观行者，行者全身清净光明，同时自己心轮开放成为一朵莲花，莲花心中有月轮，月轮中心有种子字哈字，观想哈字放光，摄照地藏王菩萨进入中脉，坐于心中莲台，一弹指间，自己与地藏王菩萨融合成一，无二分别。持地藏王菩萨心咒108遍，先做念珠观想。持咒：嗡哈哈哈，为什么耶娑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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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哈哈哈，为什么耶稣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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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九节佛风入三摩地。
加持八大本尊心咒及念佛。Om Ami Deva Se Om Mani Padme Hum Om Panamo Nitolin Soha 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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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i Samoye Soha Om Jali Juli Junti Soha Om Jambara Chalang Chalaye Soha Om Ahom Beja Guru Bema Siddhi Hum Se Om Ahom Guru Be Ahu Sasamaha Lien Sheng Siddhi Hum Deyata Om Bekatsuya Bekatsuya Maha Bekatsuya Laja Samo Katahe Soha Namo 36万亿 ,119500, 同名同号阿弥陀佛。Namo 36万亿 ,119500, 同名同号阿弥陀佛。Namo 36万亿 ,119500, 同名同号阿弥陀佛。持足温逆度母心咒二十一遍。持咒 ，Om Dada Du Dada Du D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ha。Om Dada Du Dada Du D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ha。Om Dada Du Dada Du D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ha。Om Dada Du Dada Du D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ha。Om Dada Du Dada Du D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ha。Om Dada Du Dada Du D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ha Om Dada Du Dada Du D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ha Om Dada Du Dada Du D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ha Om Dada Du Dada Du D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ha Om Dada Du Dada Du D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ha Om Dada Du Dada Du D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ha Om Dada Du Dada Du D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ha Om Dada Du Dada Du D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ha Om Dada Du Dada Du D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ha Om Dada Du Dada Du D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ha Om Dada Du Dada Du D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ha Om Dada Du Dada Du D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ha Om Dada Du Dada Du D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ha Om Dada Du Dada Du D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ha Om Dada Du Dada Du D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ha Om Dada Du Dada Du Da Namo Hara Hara Hom Hara Soha 请大家起念请佛住世起愿文具得妙善圣尊秘密祖十方世界佛刹成塑佛大悲又请海会众菩萨护教金刚空行前顶礼世间三毒炽盛业漫漫身心摧折轮回苦无休圣尊命念降生度迷情三宝遇事微光护群生人天福田所依金刚身受戒传法灌顶次西地佛子祈请住世转法轮利乐无量无尽众生界恭送长寿佛心咒一百零八遍回向师尊健康长寿持咒 Om Amaroni Juven Diye So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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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Amaroni Juven Diye Soha
Om Amaloni Zuen Diye So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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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Amaloni Zuen Diye Soha
Om Amadoni Zuen Diye So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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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Amadoni Zuen Diye Soha回向，愿以地藏为本尊，度尽幽冥之众生，日日皆行菩萨法，光明助照化万灯。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真佛宗众弟子愿以此同修功德回向，一心祈愿诸尊大愿地藏王菩萨以掌上光明宝珠的光明神威加倍圣尊身体强健自在长寿大转法轮祈请大力使者随身护佑圣尊一切灾厄化解行住坐卧皆平安吉祥。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做总回向。一心敬礼，同修本尊。头戴五佛冠，佛光助照，右手西藏正开第一之门，左手光明珠，普照十法界，坐下谛听，见状救苦，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祈请地藏菩萨以光明珠的光明普照人间，让瘟疫退散，请地藏王菩萨以其西藏及五佛接引有缘中阴往生清净佛国，请地藏王菩萨以谛听之力寻状救苦，
大愿地藏王菩萨以其大愿力，生生世世救度众生。地藏王菩萨加持真佛宗弟子及众生，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弘胸化气，道心坚固，处于任何一个环境都能够安心修行，显化光明，救度众生。头顶无佛，佛光普照；右手西藏，正开第一之门；左手光明珠，照耀十法界；坐下谛听，见状救苦。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天罗僧，在罗僧，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愿所祈求，皆能够如愿。让瘟疫退散，新冠病毒退散，让需要水的地方有水，让农牧都能够盛产，让人民幸福，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超度幽冥中，往生清净佛国。应该消除的消除，应该增长的增长。问，恭念三遍百字明咒：
Om Pecha Sato Samaya Malupanaya Pecha Sato Terupadicha Cetso Mepawa Suto Kayu Mepawa Sopo Kayu Mepawa Anurato Mepawa Shawa Siddhi Mempurayata Shawa Gama Sutame Chitamu Siniren Guru Hop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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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gka Wen Sawa Tathagata Pecha Mami Mencha Pecha Bangka Bawa Mahasamaya Sato Ahom Pei Om Peja Sato Samaya Marupanaya Peja Sato Terupadicha Jitso Mepawa Suto Kayu Mepawa Sopo Kayu Mepawa Anurato Mepawa Shawa Siddhi Memburayata Shawa Gama Sutame Chitamu Siniren Guru H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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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gka Wen Sa Wa Tathagata Pecha Mami Mencha Pecha Bawa Mahasamaya Sato Ahom Pei Om Pecha Sato Samaya Manupanaya Pecha Sato Terupadicha Jitso Mepawa Suto Kayu Mepawa Sopo Kayu Mepawa Anurato Mepawa Shawa Siddhi Mepurayata Shawa Gama Sutame Chitamu Siniren Guru H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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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gka Wen Sa Wa Tathagata Pecha Mami Mencha Pecha Bawa Mahasamaya Sato Ahom Pei 做观想大礼拜，以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Om Ahom 观想顶礼，回天心善音，二拜诸菩萨。Om Ahom 观想顶礼，回天心善音，三拜诸护法金刚。Om Ahom 观想顶礼，回天心善音，四平等一起手，念圆满咒。Om Brim Om Brim Om Brim Om Mani Padme Hum。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感谢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加持同修圆满吉祥。敬献哈达，请大家恭敬合掌，请莲祖上师代表全体弟子向法王圣尊莲生活佛请法，以表最崇高敬意。请大家一起虔诚恭敬合掌，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做宝贵的法语开示。我们敬礼传承祖师，敬礼了明和尚，敬礼沙迦正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敬礼图登达尔吉上师。我们敬礼坛城三宝，敬礼今天同修的本尊
又名教主地藏王菩萨，师母丹增嘎措图登西地，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以及各位同门，还有网络上的同门，大家晚安，大家好。你好，大家好。愛してる。愛してる。シャランエ。シャランエ。オーラミコ。オーラミコ。ケケロムチョ。ケケロムチョ。スコイン。スコイン。一番。一番。気持ちいい。気持ちいい。準備。準備。ヤビ。ヤビ。プリンプリン。こんばんは。那今天我们是修这个地藏王菩萨本尊，那我们这个地藏菩萨了，我自己有一尊地藏菩萨，他是头戴五佛冠，他的右手拿着西藏，左手拿着光明珠，他骑着谛听啊，谛听。那我刚刚念的头戴五佛冠呢，就等于是佛光普照，右手西藏是正开地狱之门，他的左手的光明珠普照十法界，谛听呢可以跟观世音菩萨一样的闻声救苦，闻状救苦，看到啊有人受苦，他谛听就会去跟地藏王菩萨，就会去救苦救难。那么其实地藏王菩萨也不是只有在幽冥啊，只是因为他在幽冥比较盛名，其实也有六道地藏啊，六道地藏就是有天道的地藏王菩萨，有人道的地藏王菩萨，有阿修罗道的地藏王菩萨，有畜生道的地藏王菩萨，也有恶鬼道的地藏王菩萨，有地狱道的地藏王菩萨啊，所以称为六道地藏。那么地藏王菩萨其实他也就是莲花童子啊，他也是莲花童子。啊，这一尊
地藏王菩萨是非常伟大的，因为他是用最大的愿力，所以救度众生啊，有所谓的国王式的救度，有所谓这个周子式的救度，更有所谓牧羊式的救度。国王式的救度众生呢，是自己先成佛，然后再来救众生，是属于国王式的。舟子式的是船舟的舟，也就是说他跟众生都在一个同一条船上，一起成就，一起到达彼岸。牧羊式的就是赶着羊在前面，羊先到达彼岸，最后牧人才到达彼岸。而这个牧人呢，就是地藏王菩萨。啊，众生未成佛，地亦不空，誓不成佛。众生未成佛，他也是誓不成佛。所以等于是说，他是牧羊式的度众生，这个愿力是最大的。以前我也是发了一个愿，所以讲糊里糊涂就是这个样子。啊，以为哇，这个愿好好，地藏王菩萨这个愿太好了。生生世世度众生啊，粉身碎骨度众生啊，发的愿都非常好，都是牧羊式的。我现在我觉得人间不好玩。倒是真的能够早一点离开人间，那真的是很爽的一件事情。何必跟那混同尘世，在人间呢、啊，人不像人，鬼也不像鬼，在这样子混日子下去，那没意思。不过发了愿，那只好都是有迹。发了愿就是变成有迹，有迹的话，那只好就这样子过日子。那地藏王菩萨真的是很伟大啊！地藏王菩萨，他是众生成佛，他才成佛。地亦不空，誓不成佛。那地亦什么时候空啊？阿弥陀佛。讲几个笑话哈。电影散场的时候，老婆紧牵着老公的手，随着人潮离场。
老公讲，都老夫老妻了，还黏梯梯的。老婆讲，你没看到刚刚闭幕那一段话吗？老公说，那一段话是什么？老婆讲，离席时请带走随身的垃圾。现在很多都是在线上学习课程的小朋友，这里要请家长请注意，已有多位老师反映，多位女老师反映，视讯画面后面常看见爸爸穿着内裤跑来跑去，请各位爸爸自重。还没有人笑。现在要找一个笑话倒是蛮困难。刚刚有哦，这一张，这一张。疫情实在太可怕了。昨天在餐厅上洗手间的时候，我都有谨记防疫的所有原则。第一个，用胳膊推开厕所的门进去。第二个，用脚抬起马桶盖。第三个，用酒精喷洒消毒马桶的座位。第四个，用纸巾打开水龙头。第五，用肥皂擦手20秒钟。第六，用肩膀打开厕所的门出来，然后回到座位。突然想到，我忘记尿尿了。只记住防疫。结果什么都忘掉。所以重点我们不能忘掉哈。现在进行你问我答。新加坡莲花微城问的，好像问了好几次吧。莲花微城有没有？有啊、哦。怎么都是他问，别人不问？师尊曾经在1992年6月7号，6月9号开示阿弥陀佛结界法，咒语是 Om Amideva Hum Ban， 但是当时没有手印，结愤怒印，
双手相并，结婚录印双手相并的录影。弟子至今也不很清楚正确的手印，请师尊示范阿弥陀佛结界法的手印以及持法的重点。弟子已经在1996年初问世时受了师尊的阿弥陀佛本尊法的亲冠，便在读到师尊的开示后写信祈求到了阿弥陀佛结界法的遥观。阿弥陀佛结界法是否比四重结界更强？这个好像怎么比呀？这很多结界法的，那哪一个比较强，哪一个比较弱？这个不应该哈，不然我讲说哦，阿弥陀比较强，观世音菩萨比较弱，这气死观世音菩萨。怎么可以，对不对？那你说那个好多种结界，结界非常多的，那你就结界的本尊，你就认为哪一个比较强，哪一个比较弱，这个不行的，一律平等。这阿弥陀佛结界法是否比四重结界更强啊？不可以这样子讲啊，这个不回答。你不是坏了四重结界的这个？我讲阿弥陀佛结界法比较强的话，那四重结界法大家都不做了，怎么可以呢？Om Amideva Hom Ban， 他问的是这个没有手印，结婚录印，双手相变的录影，那不是婚录印吗？婚录印也可以啊。请师尊示范阿弥陀佛结界法的手印以及持法的重点。这个法的重点，那个愤怒印啊，我们平常愤怒印都是这样子啊，愤怒印。其实愤怒印呢，也可以这样子讲，它几乎象征着大力金刚的手印。大力金刚的手印，大力金刚里面本身就有阿弥陀佛，它里面就有阿弥陀佛。大力金刚它就是阿弥陀佛，也是地藏菩萨，也是莲花童子，也是瑶池金，这是愤怒印。那么结界法的重点呢？我们是一面念着这个 Om Amideva Hom Ban， Om Amideva Hom Ban，Om Amideva Hom Ban， 一面念咒语，一面用
愤怒印，把东方结愤怒印，西方对着西方印也是愤怒印，对着南方也是愤怒印，对着北方也是愤怒印。然后这个就是主要的结界法啊，主要的结界法，它的重点呢在观想，在如果在一个房子里面做结界，你可以观想这房子的正门有愤怒印，窗子有愤怒印，四面墙有愤怒印，结这个愤怒印，当然就可以阻挡那些外面的这些离魔魍魉跑到你的结界里面来。啊，这是一点。那么不能比阿弥陀佛结界法、四重结界法，还有这个五色石的结界法，五种颜色石头的结界法，啊，都讲过了。这些结界法都讲过，很多种结界法，还有不动明王，不动明王的结界法，啊。那第二个问题，弟子在很多年前见过这个偈，六大无碍常瑜伽，四种曼陀各不离，三密加持数极显，重重帝王名寄身，法然寄诸萨薄若心教心王过煞尘，各记五字无记字，严禁力故十节字，至今还不懂是哪六大，请问师尊这八记是什么意思？他见过的记，这个是寄身成佛意，偏照金刚空海写的，偏照金刚空海写的，那是寄身成佛记啊，是偏照金刚空海写的。我简单跟大家解释这个什么叫做六大。空海的意思是这样子讲，地水火风空四，这是六大，重点在这个四上面。地水火风，我们知道人身体的组成是四大假合，就是地水火风。空呢，其实讲的就是说你这个身体的组合分散了，就是空。那什么是事呢？一般人讲事就是灵魂，深一点讲，佛教讲佛性就是事。啊，我们讲事，眼耳鼻舌身意，意根阿赖耶，到了清净事，无扣事，这个就是事。
那么到完全清净圆满清净就是佛性。这个意思那空海写的他的里面呢有六个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句。六道无碍常于家，什么意思？六道无碍就是六大地水火风空四根本没有障碍，那是本体，那个叫做本体，没有什么障碍，没有障碍，那就是体。四种曼陀各不离，什么叫做四种曼陀？我们有时候讲，我们曼陀罗在我们身上就有曼陀罗。我们讲的眉心是毗卢遮那佛的曼陀罗，喉轮是阿弥陀佛的曼陀罗，心轮是不动佛的曼陀罗，就是阿出如来的曼陀罗，髻轮是宝生佛的曼陀罗，密轮是不空成就佛的曼陀罗，啊，平时我们讲四个曼陀罗。为什么讲四个曼陀罗呢？他是这样子讲的，就是地水火风，讲地水火风各个都是曼陀罗，都叫做曼陀罗。这四种曼陀罗根本没有离开的，地水火风不能够分离的。再来呢，三密家族数极显。什么是三密家族？三密，什么叫做三密家族？我们这里讲的三密是什么？大家知道吗？邪密宗的都知道三密啊。没有人举手。这生密、口密、意密，就是三密加持吗？因为有身的秘密加持，口的秘密加持，咒语的加持，所印的加持，跟观想的加持，能够让你的佛性很快的显现出来。重重帝王多寄生，重重帝王，重重帝王多寄生。你知道什么叫帝王明珠吗？我以前解释过，帝王明珠就是光光相照啊，在洗见城，在天上啊，这个欲界天的最高天，欲界天三十三天中央的这个刀立天洗见城，有帝王明珠。帝王明珠就是很亮，像网一样的明珠，在虚空之中光光相照，非常漂亮的，都是互相连起来的。也就是象征着一种佛的光，如来的光，通通都是相通的，没有妨碍，这个意思。
法然具足萨婆若，法然就是 你人本身的身体里面就有佛性，你具足了佛性，每一个人都具足了佛性，每一个众生都具足了佛性，当然都可以成佛，这个记的意思啊。心宿心王过煞城，你这个佛性啊，不只在娑婆世界，在无量的净土，在多重的宇宙，宇宙有多重，我以前讲过宇宙有多长，无量的宇宙里面，这个都可以经过的，无量的宇宙都可以经过的，无数的，无穷尽的啊。例如呢，师尊人在西雅图，整个地球上的弟子，很多人都在梦中得到这个卢师尊本身的这个华语的教导跟加持，那就是无界无数的。那你真正修行会来的时候啊，你一个晚上可以现出100个身、1000个身、万万个身、亿亿的化身，出去教导众生，各具五智无忌智。我们平常讲毗卢遮那佛，法性体啊，法性体性，法界体性智；阿弥陀佛，妙观察智；这个阿出佛啊，大圆净智、平等性智，跟这个成所就智，这个五个智慧。有五个字，五佛有五字，法界体性智、平等性智、大圆净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其实不止这五字啦，这五字是挑出来的，其实是无量智，是圆满的智，大圆满智，大圆满的智慧，大圆满的智慧。严禁力故实节制，所是这个啊，严禁力故，严禁力故实节制，也就是说，这种智慧啊，这种智慧。是很实际的，会实现的，就像圆满的镜子一样，全部具足所有的智慧，无量数，那么这个就是佛。这个整个句子的意思啊，就是即身成佛。那这个是莲花微尘问的，这八句是什么意思？至今还不懂。我这样子讲哦，你也不一定懂，因为成佛，即身成佛，这是即身成佛的句子，
你没有成佛，你没有办法去体会。所以我讲啊，一个佛不一定只有一个智慧啊，是五智全部包，不只是五智啊，还有非常多的智慧全部都在里面，就像圆满的镜子一样。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六大四曼陀罗三密帝王明珠啊，这个法然具足，这个心王五智严净力，就是这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颂，这八个句子当中解释，这个就是佛，即身成佛。好了，不要讲太多。我这台湾的哈，台湾的弟子 SKYE。怎么发音 ？CHAO， 怎么发音？SKYECHAO。啊，算了，管他什么。总之是一个人的名字啦。顶礼师尊佛安，祈求师佛师仪，在阿弥陀经中南方世界有日月灯佛、明文光佛、大烟坚佛，上方世界有梵音佛、书王佛、香上佛、香光佛、大烟坚佛。在弟子的认知中，每一尊佛都是独一无二的，为何阿弥陀经中大烟坚佛在不同佛国都有出现，此是同一尊佛或是不同的佛，但同名。同名呢，弟子感到这在佛经中有点不寻常，恳请师佛师仪，感谢师尊。哦，他是说南方世界有大烟坚佛，那么上方世界也有一个大烟坚佛，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有两个大烟坚佛？肩膀的肩哦。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舍利佛，南方世界有日月灯佛、明文光佛、大烟坚佛、须弥灯佛、无量精进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偏覆三千大千世界。舍利佛，北方世界有焰坚佛、最胜音佛、南主佛、日生佛、网明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偏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覆念经。好了，
这样就分出来了。舍利佛，上方世界又有梵音佛、说王佛、相上佛、相光佛、大烟间佛，又跑出一个大烟间佛。这边有两个，一个是南方世界有大烟间佛，再来上方世界有大烟间佛，再来北方世界有焰间佛。肩是肩膀的肩，翻成肩膀的肩，焰是火焰的焰。我们如果用它的这个名词来讲这个佛了，大概他的肩膀有火焰，一个火焰大的就叫大烟间佛，一个火焰比较小的就是焰间佛。那有两个在不同的地方出现啊，有两个，例如南方世界有大烟间佛，上方世界又有大烟间佛，那不是重叠了吗？为什么不另外起一个名字给他分别？我认为啊，没关系的啊，我个人认为没有关系的。这你看，查那个台湾的卢胜彦这三个字，台湾的，听说那个以前啊有个户政事务所，他查卢胜彦这三个字，台湾啊就有，单单台湾那个地区啊就有16个卢胜彦。名字起的相同，16个卢胜彦，台北有个卢胜彦，台中也有个卢胜彦，高雄也有个卢胜彦，花莲又有一个卢胜彦，台东又有一个卢胜彦。你说叫你能够叫人家不叫卢胜彦吗？只有我是卢胜彦，你们都不是卢胜彦。所以佛号有相同的，这没什么，男又不It's okay， 男又不。所以你也不要那么计较，对不对？这里面的佛，你看呢，舍利佛，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无量相佛、无量寿、无量统佛、大光佛、大明佛、宝相佛、净光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好了，这里有一个净光佛，我们高王经里面有一个净光毕密佛。净光毕密佛，这里又有一个净光佛，又有一个无量寿佛。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啊，无量相佛也是阿弥陀佛啊，大光佛也是阿弥陀佛，净光佛也是阿弥陀佛啊。他化出很多的身出来的，那我们如果要念呢，西方世界有阿弥陀佛，再来阿弥陀佛，再来阿弥陀佛，再来阿弥陀佛，
全部都是阿弥陀佛。所以我们讲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多少？三十六万亿的阿弥陀佛。那难道不行吗？只能有一个阿弥陀佛吗？ No。 所以大焉间佛阿弥陀经里面呢，只有一个大焉间佛，在上方世界又有一个大焉间佛，你就认为不行了，一定有问题。行的，可以的。那这样明白吗？应该可以明白了吧。所以哦，你看那个师尊的名字卢胜彦，十六个哎，台湾就有人有十六个姓卢的卢胜彦哎。所以我们不能讲说你台北不能有卢胜彦，高雄不能有卢胜彦，只有台中有卢胜彦，那不能这样子讲，对。所以哦，同名啊，异体也有这个异名同体。你看那个东密的五方佛跟藏密的五方佛都不一样，有因地的五方佛，也有果地的五方佛。你看那个金刚顶金刚曼陀罗、台场界曼陀罗、金刚界曼陀罗，一个是因地的佛，一个是果地的佛，因地的佛也等于是果地的佛。东密的五方佛跟藏密的五方佛是同体异名，同体是异名，不同的名称。哦，这是回答台湾的这个同门的问题。研读师尊文集的时候，若同一个法的仪轨在不同文集上有略微的差异，可能是咒音音义上略略不同，或是持咒次数略不同，其仪轨弟子是否应该以新的文集为主，亦或是新旧文集两者要同时合并参照？感谢师尊指引。好的，这个问题也问得不错啊，台湾的弟子问的啊。师尊有时候啊写文章下笔的时候，那个日会不一样，日不一样。你看像咒音啊，咒音以前我就那个我的上司就曾经跟我讲，你写书啊最好那个咒音啊用同样的字，不然人家都会糊里糊涂啊。他说，他就举一个例子给我讲，你在那上一本文集你写别炸，别是告别的别，
炸是炸弹的炸，别炸是吗？别炸，别炸就是智慧的啊，智慧的意思就是别炸啊。我写的是别，告别的别，炸过来，炸弹的炸就是别炸。那另外呢，你新的文集你写着班啊，别变成班啊，炸变成复杂的炸，班炸，班炸，班炸。你要统一啊，我的上司就跟我讲说，你写文章你也要统一，最好统一一点，你不要写上面写别炸，下面写班炸。我就当时的时候在写文章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写过哪，写过什么样子，已经忘了，所以又写新的。所以师父有跟我讲，最好你要统一。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讲那个真活波业障，也给我校正啊，也给我校正。他说你上面写的是这个音，怎么下面写的又是另外一个音？所以当时我在想说，哎呀，这个年纪大了，写文章啊，总不能说写文章想到什么就写。像 Biobiru， 我写 Biobiru， 哦，我写以前我住的地方巴拉。啊，巴拉，巴拉你怎么写？就是巴拉，就是巴，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就是日本话的，写一个玫瑰，日语发音，巴拉，巴拉也是玫瑰啊，对不对？日语啊。你用过会日语的吗？巴拉，巴拉就是玫瑰啊。我说巴拉，我以前住过巴拉。我说写玫瑰，那底下刮胡日语发音，就是玫瑰啊。还有时候写巴拉，哦。啊，别扎巴拉呀，说哈，别扎巴拉，轰轰呸！我就记那个巴拉巴拉。所以写文章的时候，难免日音是一样，但日不同。比尔威尔翻成表威尔，表威尔。比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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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怎么翻这个，有时候英文翻成中文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所以真的，那么你写的愿读师尊文集的时候，若同一个法的仪轨在不同文集上略有差异，可能是咒音音义上略略不同，或是持诵的次数略不同，其仪轨地址是否应该以新的文集为主，或者是新旧文集两者？你看到什么？看到文集当中的那一个，你已经学了那一个，你就用那一个就好了。因为师尊也没有办法不跟你讲，
对不对？像那个莲花生大师的咒，嗡阿吽巴扎咕噜班玛西帝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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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个吽也有四个音呢、啊，对不对？一个上面音，中间的四个音呢、啊，你到底要用哪一个音？所以你学到了哪一个音，你就念哪一个音。第三，晚上睡觉时，可以以睡梦大手印及睡光长寿法防护，但睡觉时有时便非躺卧，若是坐着方式，爬桌子上睡，趴在桌子上睡，其睡眠的防护方式是否以披甲护身即可，或是还有其他防护方式，弟子疑问，感恩师佛施宜。他讲说，躺在床上睡，坐在椅子上睡，趴在桌子上睡，还要用睡梦大手印吗？还是睡光长寿法呢？还是用披甲护身就可以呢？我告诉你啊，我只有睡在床上的时候才用睡梦大手印，其他趴在桌子上睡，坐在椅子上睡哦，睡就睡了，还修什么法？坐在椅子上睡，师尊也会啊。我上了这个法座就坐在椅子上睡啊，但是我没有修什么法。有一次就是我睡在，我已经坐在法座上已经睡着了，那个头可能是要这样下去的，那怎么办呢？还好后面的地藏王菩萨吧，他给我一个戏表，我看到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给我拿一个那个汽车上的那个戏表给我，扣，给我弄起来，那我就安然就睡着了。难道你坐在椅子上也要修这个戏表法吗？真的，他可能地藏王菩萨是看到，他认为说我已经睡得太过分了，可能要倒了，所以他赶快拿一个戏表给我，呛，就是汽车那个戏表给我绑住我的身体，我就不动，还安然入睡。不用的，坐在椅子上睡不用了。我趴在桌子上睡也不用了，那个睡的时间都比较短吧，只有躺在床上睡，我们就用这个睡梦大手印跟这个明光法或者睡光长寿法做防护。那其他的大概一下子的就不用。
老婆劝老公说，不要老爱喝酒，酒会误人一生。老公说，无所谓啦，结婚的时候啊，我喝了，我敬了所有的那个酒，就已经注定我的一生。结婚那一天，你不是每一周都要敬酒吗？敬完酒的时候，敬完酒的时候，他就注定那一生是这个样子了。小明讲，即使我站我面前站着十个美女，只要你一出现，他们就会黯然无光。小明的女朋友就讲，讨厌啊，我有那么大的光彩吗？小明说，不，这倒不是你的光彩，而是你实在太胖了，挡住那个十位美女的光。这个也是关于这个COVID-19 的，这是台湾的笑话才可能。骑车在等红灯的时候，有个阿伯骑机车，一样在等红灯，他边等边抽烟。我好心的靠近他，跟他讲，阿伯，可以把口罩戴好吗？阿伯讲，关你屁事啊！啊，这个骑机车的人跟阿伯讲，是不关我的事，我只是想说，我是刚从万华那边回来的。这位阿伯一听呢，马上戴好口罩，油门狂踩，连红灯都闯过去，好像是后面有鬼追。因为大家都知道了，那个漫画啊，台湾的万华有这个茶艺馆。那听说这个 COVID-19 是从那边传出来的，万华区啊最严重，所以跟他讲说我是刚刚从万华那里出来，他就吓死了。中午买了一份鱼翅炒饭，翻来翻去都找不到鱼翅，觉得很奇怪，跑去问老板，老板，你告诉我鱼翅在哪里？为什么我翻了老半天都没有看到鱼翅啊？老板讲，我的绰号就叫鱼翅。鱼翅炒饭，那我下后，我们谈到这个果哈，果，道果的这个果子，宋林，大手印最盛之成就，若是一指明辉之成就，宋林。明辉之事，即能得体性，能得体性生自信任运。眼相结合而为教室，究竟果三生，不异体性生之。眼相
一有三，真如验相，内验相跟外验相。我们谈果好了，大手印最胜之成就，其实大手印法，我们晓得这个沙迦教有大言胜会法，那么佛教有大威德法，是最高的法了，最高的法。那么白教最高的法是大手印法，大手印法。另外红教是大圆满法，都属于这个藏密四教最高的法啊，大圆满、大手印、大威德、大圆盛会，就是四教，四个大法，四个大法。师尊也通这四个法，师尊本身也通这四个法。诵吟大手印最胜之成就，其实他讲十二地半，菩萨十二地半，千眼观世音菩萨，他有十一个头，十一个头就到达第十一地。那么刚刚讲的道果讲到这里，讲到十二地，十二地的明妃，那几乎这个比那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都还高了。那么果呢，也就是得正道的，正道这个果，大手印最胜之成就，也就是最高的了，最胜就是非常超胜的最高的成就了。若是依止明非之成就，如果是依止明非之，其实我认为不管你是大手印或怎么样子，所谓依止明非有两种，一个是智慧，一个是智慧明非，一个是实体明非。我们讲事业所应，事业所应，一个是智慧所应，一个是事业所应。所谓智慧所应是无形的，是无形的，没有实体，没有实体，是在虚空中的奥明天来的所应，叫做智慧所应。这是也是属于，虽然是属于单身的修法，像师尊来讲，师尊有智慧所应，智慧所应就是虚空的奥明天来的。像那一天师尊讲过，我在修法的时候啊，我在修这个晚上在修超度法的时候，药师金母带来一个，这个带来一位，可以讲我们讲说仙女好了，就仙女好了，让她下来啊，那个仙女就留下来，药师金母就走。那么这个仙女呢，就是属于智慧手印啊，你在旁边你是看不到他的，你如果在看我在修法，你是看不到他的，这个就是属于智慧所应。那么是依止明非之成就，你依明非能够让你行者达到了
最胜的成就。那这个明妃也是属于十二地，十二地的。那么这个时候啊，你可以称为明妃之士，明妃之士，士大士的士，明妃的菩萨，明妃之士的意思就是明妃的菩萨，明妃的菩萨，即能得体性身自身自性任应。啊，明妃有两种，一个是实体，一个是智慧。智慧是无形的。那么有人不愿意用实体明妃，有行者不用实体明妃，你就用智慧明妃。用这个金刚钩，用金刚钩，他请这个实智慧明妃下降，智慧明妃下降，那么跟行者双应，这个时候也能够达到最高的成就，也能够达到最高的成就，实体明妃也能够达到最高的成就。这个叫明妃之士，即能得体性身自性任应。自性任应就是佛性任应的话，运转全身的气脉跟明点一起运转任应。什么叫做任应呢？我记得双雅寺，西藏那个雅鲁藏布江旁边的双雅寺，其实双雅的意思就是任应，它的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任应寺。任应寺，密教里面谈到任应，就是一个很高的成就。随便你怎么运转，随便你怎么运转，都是通通都是无碍的，没有障碍的，没有障碍，完全没有障碍的。自信就是你的佛性完全没有障碍的。那这一段的解释是这样，得到了果位哈。那么关于厌相方面呢，他这里是也等于是标题了，有真如厌相，有内厌相，外厌相，这是标题，这个明天再讲。这个三生不异体性身之厌相，称为教士究竟果，三生不异体性身的之厌相。这里究竟果得到的果位就是究竟。三身呢，也就是法身、报身跟化身。不异，就是通通都是一样的，三身就是一身。那么体性身的厌相有三种，一个是真如厌相，一个是内厌相，一个是外厌相，这个我们明天再讲。有一天晚上十点多的时候，突然间想要喝点酒，便打电话给一个朋友，约他啊一起喝酒。朋友一本正经的讲，我现在加入个一个非常强大的教，等一下要参加一个盛大的教会活动。我好奇的问，是个什么样的教啊，这么虔诚？
他的朋友回答：睡觉。人，我现在我感觉我个人感觉，那什么最好？加入这个教会最好。我突然间不知道怎么搞的，最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一下子就能够睡着，而且非常的安稳。我就稍微念一下，念一下咒语，念。咒语有时候还没有念完，他已经睡着了。我修明光法，真的，我上床修明光法，开始的观想、持咒、入三昧地。告诉你啊，观想都还没有观想完，已经入三昧地了，已经睡着了。我连哦，就啊，十分钟休息十分钟吧，我想休息十分钟吧。哎。真的，咒语才念一半，也不用一分钟，到半分钟我就睡着了。最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向我进到画室，我跟毕彦法师讲，我要休息十分钟。那画室里面也没有床了。没有被子，只有一张椅子，一张椅子，那我就这个放着。我十分钟以后叫我，我一坐上椅子，眼睛一闭，休息十分钟，哎，既然啊，毕彦法师是不是？哎，你那时候怎么叫我？我在孙的耳朵旁这个手指。哦，他在我耳朵旁边这样。可是弹好几下都没有醒。啊？弹好几下都没有醒。弹好几下都没有醒。你看，十分钟到了，不到十分钟，也不到一分钟。我就睡着了，真的，我加入了最强、最盛大的一个宗教团体，就是睡觉。这么好睡，确实，真的。我听说以前小的时候啊，这个师母要上床睡觉。他都还没有上床，只手摸着床，他就睡着了。然后醒，等到清已经天亮了，他还是手摸在床，这样子天亮。哇，有够好睡呢。他是年轻的时候好睡，那现在就比较有一点不好睡。那我是。年轻的时候经常在熬夜啊，现在的时候啊居然那么好睡，坐在椅子上我要五分钟我也能睡，十分钟我也能睡。啊，对不起啊，每次上这个法座我也能睡，真的。现在台湾最美的风景是
路上没有人，我问算命的，我长得这么美，为什么还没有遇到真爱？算命的告诉我，往前直走，再右拐。我激动地问，你的意思转一个角就遇到真爱吗？算命的摇摇头说，不是，你直走向右拐，那里有一面镜子。好啦，今天就讲到这里吧。Om Mani Padme Hum。非常感谢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宝贵的法语开示。雷藏寺有以下法务活动向大家报告：明天5月30日星期日下午3点，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将在彩虹雷藏寺主持白衣大士如意宝珠观音护摩法会，赐授白衣大士如意宝珠观音法灌顶，讲授道果。法会现场有中英语网络直播，欢迎大家踊跃护持参加法会，详情请参看彩虹雷藏寺网站。大好消息，法王圣尊莲生活佛慈悲怜悯众生诸苦，为因应线下全球疫情的局势，美国西雅图每年传统的秋季大法会将于2021年9月5日星期日下午3点，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亲临主坛，在彩虹雷藏寺隆重举行辛丑年阿弥陀佛超度西灾祈福护摩大法会，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法会。圣尊慈悲也将于法会当日上午11点半主持升机仪式，欢迎大家踊跃参加升机仪式。参加者的升机物请尽早寄至彩虹雷藏寺报名，以免项余。谢谢。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加持大悲咒水即为佛像开光。大家起立做大礼拜。
以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啊吽。二拜诸菩萨。嗡啊吽。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四平等一起诵。同修会圆满吉祥结束，非常感恩师尊的大加持，感谢师母仁波切诸位上师、教授师、法师同门善信大德的护持，谢谢大家，阿弥陀佛。我们现在恭请师尊为大家摩顶加持。网络直播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We now conclude this live broadcast. Thank you for viewing.